那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他说下面 AGS 是几？ 5， 下面 BHS 是几？ 2， 夹角是几度？ 120 度。求下面 dot 下面 B 怎么算？求下面 A dot 下面 B 的内积行不行？老师讲过内积有两种做法，第一种用坐标来算，第二种用什么？用长度来算，这样行不行？这时候知不知道坐标？不晓得，所以说我们长度的观念，它等于下面 A 的长度乘上下面 B 的长度乘上 cos， 告诉我夹角是几度？120度，把它带进去，下面 A 的长度是 5， 下面 B 的长度是几？ 2， cos 120度是几？负的2/1，所以把约分约掉，告诉我答案是多少？5， OK。